享活家艾玛 Candy 今天分享的，这是我们的甜菜心 A。我种在这一条这个小小的廊道阳台，大概有一尺长，然后大概有个20公分宽啊、哦。然后就这样子一尺长、20公分宽的这个甜菜心 A， 我修剪下来啊、哦。你看有一大脸盆。然后呢，比较奇妙的是呢，竟然有一颗呢已经开花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家宝贝叫我一定要剪下来吃，怕它太老了。其实呢，这个应该是还不到一个月，所以其实它应该是很嫩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分享一下，其实我在课堂上常常跟学生们讲说，其实你可以立即做，就是所谓种植，其实一样可以是零废弃物啊。你看我现在一挖，轻轻一挖，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种子，那是因为就是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，直接就做堆肥，然后几天以后它又是一个最天然的这个有机堆肥又进来了，所以我大概这样子，一季可以种个2到3回啊、哦，就这样直接就把它再一次把它堆上去啊、哦。看这个土都是非常的松哦，这个也是在种植之前，做了简单的堆肥啊、哦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堆进去，这个剪下来的叶子啊、根啊，就这样直接就把它堆下来。然后经过几天的，它就很快的就被分解啊，它就会快速分解。然后你看看，由于是自然有机农耕的种植哦，常常会有种子掉下来，然后现在就长了一颗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什么豆子，应该是类似长豆，我觉得因为种的长豆收成以后，好，我们再挖这个洞，把这些剩下的再进来。其实都是一些我觉得就是顺手的事啊、哦，这样子做你就会在，如果你要做所谓的园艺啊，你就会觉得比较轻松愉快。然后我就会淋上水，然后再次让它很快速的，因为新鲜的这些就很容易很快速的分解啊、哦，腐烂分解，然后就成为最天然的有机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堆肥，然后我们一样把它淋湿了以后，然后它就会比较快速的，有湿度以后它就会比较快速的分，就是腐蚀，然后就是分解掉啊。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种植都可以非常环保有机种植出美妙的蔬菜。这就是我们美妙的甜菜心。享活家艾玛 Candy 今天分享的，这是我们的甜菜心 A。我种在这一条这个小小的廊道阳台，大概有一尺长，然后大概有个20公分宽啊、哦。然后就这样子一尺长、20公分宽的这个甜菜心 A， 我修剪下来啊、哦，你看有一大脸盆。然后呢，比较奇妙的是呢，竟然有一颗呢已经开花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家宝贝叫我一定要剪下来吃，怕它太老了。其实呢，这个应该是还不到一个月，所以其实它应该是很嫩。然后
我们现在就分享一下，其实我在课堂上常常跟学生们讲说，其实你可以利己做，就是所谓种植，其实一样可以是零废弃物啊。你看我现在一挖，轻轻一挖，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种子，那是因为就是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，直接就做堆肥，然后几天以后，它又是一个最天然的这个有机堆肥又进来了，所以我大概这样子，一季可以种个2到3回哦，就这样直接就把它再一次把它堆上去啊。看这个土都是非常的松哦，这个也是在种植之前，做了简单的堆肥啊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堆进去。这个剪下来的叶子啊、根啊，就这样直接就把它堆下来，然后经过几天的，它就很快的就被分解啊，它就会快速分解。然后你看看，由于是自然有机农耕的种植哦，常常会有种子掉下来，然后现在就长了一颗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什么豆子，应该是类似长豆，我觉得因为种的长豆收成以后，好，我们再挖个洞，把这些剩下的再进来。其实都是一些我觉得就是顺手的事啊，这样子做你就会在，如果你要做所谓的园艺啊，你就会觉得比较轻松愉快。然后我就会淋上水，然后再次让它很快速的，因为新鲜的这些就很容易很快速的分解啊，腐烂分解，然后就成为最天然的有机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堆肥，然后我们一样把它淋湿了以后，然后它就会比较快速的，有湿度以后它就会比较快速的分，就是腐蚀，然后就是分解掉。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种植都可以非常环保有机种植出美妙的蔬菜。这就是我们美妙的甜菜心。一大早，鸟儿在对唱。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我的甜菜心，看它花开得如此的茂盛。种下的甜菜心呢，赏食以后呢，留下一株它已经开花了，然后经过了哇，不知道几天了，1-2个礼拜以上吧，看这个种子之茂盛啊，代表这个甜菜心呢真的是很会长，超级会长。然后这边呢，这里也有3颗，原来有3颗，你看看它一样是在开花结果当中，超级茂盛的这个甜菜心，好美丽的黄花。停，鸟儿不断的在歌唱，好美妙的清晨。Good morning.